女儿郭可云。啊，可以啊，你省着点去吧。累死了，睡觉。一倒等于说你俩的光可能稍微抱着紧，这里边撞石头了吗？说你撞了他吧，他倒了，你砸死人，别磕了，再磕盒坏了，再磕盒坏了。看到我们在这这么着玩这些，不用过来，不用出来，不用出来。这个花生，心里边吃的没有胃口。